果我能跑完马拉松，世界上就没有我做不到的事。嘿，练了四轮总算签了，明天咱们好好搓一顿。好。哎，林涛，去哪定了吗？还没有。不着急，别担心。喂，爸。我跟你王叔叔说好了，毕业了以后就去他那儿，事业单位相当稳定。爸，怎么又来了？我想做人工智能，机器人开发未来很有前景的。你搞什么？刚毕业的人，当然要挑一份稳定的工作了。闯什么闯啊！我，我行吗？能在毕业前跑完马拉松，我就去闯一闯。林涛，去哪定了吗？你拿几家 offer？ 你别整天搞些不切实际。还没找到工作吗？闯什么闯？快到终点了，别放弃啊！我很普通，不是学霸，没有极其漂亮的简历，但我仍有我的梦想，我要为此努力去奋斗。爸，工作的事情，我还想自己试试看。